就是当下听到自己的名字被讲中，就是压力整个就释放，然后自己也很开心这样子。我是属于睡不着的那一型，我今天怎么睡都睡不着，然后就一直睡，就是一直想说怎么办？他明天很紧张，啊要不要去？我就跟你们说，我们去唱歌好不好？因为前面广告休息的时候，就是也从我偷偷转过来，我自己想说应该有机会了，对啊，跟他对到眼，对啊，确认过眼神。因为叶总也是很厉害的鼓手嘛，然后进去那边也是有想要跟他学习，就是希望在他身上就是挖一点他就是在球员他的技巧，然后来帮助自己更加成长。